基督徒可以相亲整容吗？没有跟异性交往就是有独身恩赐吗？风趣幽默的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研究学者陈汉楚博士，以趣怪的手法带出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信仰难题，跟大家 Back to the Bible， 重新认识信仰的真意。5月23号起，每星期五晚上10:45，信仰无添加。